进攻攻不上，防守防不住，喝粥被黑塔压着打，只能望球兴叹惨烈。虽然知道结果很难抗衡，对付黑塔只有梁王是占优势的。如果说第一局还是很好的限制了对手，那到了第二局黑塔完全放开手脚，我们没让他们感受到压力啊，此消彼长。黑塔19-14领先，何继霆周浩东17.21分，15-21不敌对手。实力上确实有差距，但还是能看到两个人还是很努力去打了。当然还得说一句，何继霆的脾气太大了，自己打得不咋地，还要逼周浩东，无语。黑塔给我们的感官很差，上一次就是图欧17-10领先吧，被他们翻盘，过不了他们的前场，赛后还跳舞庆祝，可是张扬得很。那一场比赛图欧太惨烈了，后来就没碰到了。但梁王打他们却是占优的，王场的往前速度足够快，完全能压制对手，这就是相生相克吧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